这是国民党军队当年拍摄的新闻纪录片，片中记录的正是重庆谈判之后国民党为剿灭共产党和人民军队转嫁内战责任的舆论动员令。如今还有战争，究竟谁要战争，究竟谁该负责，谁都很明白，战争的责任应该由存心破坏和平、存心阻挠统一的共党和共党军队来负责。考察历史真相，需要回到历史现场。正如宣传影片提出的问题，究竟谁要战争，究竟谁该负责？我们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乘客们，曾家岩站到了。有到中山四路重庆谈判旧址群或换乘十号线的乘客，请在这里坐。重庆市渝中区中山四路保留着1945年重庆谈判的旧址群。德安里101号当年是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办公楼，也是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谈判的主要场所。从9月4日起，重庆谈判进入第二阶段，双方就实质性问题的商谈主要在这座小楼里进行。据德安里101号楼东南约200米处，是蒋介石在重庆的又一处官邸德安里103号。西向约200米的桂园是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办公的地方。他在这里接待各界人士，宣传中共和平、民主、团结的主张。虽然毛泽东、蒋介石都没有直接参与101号楼里的谈判，但他们无疑都是谈判双方的掌舵人。9月4日晚上21点，德安里101号灯火通明。国共双方针对具体问题的第一次谈判开始了。谈判的方案就是依据中共代表团提出的11项提要。这11条时候最重要的那么主要是两条。第一个是承认蒋介石在全国领导地位。过去两党对立的时候我们没有承认这一条。结果在抗战争的时候承认了。这个重要让步，就是我们的正规部队可以缩编，原来100万可以变成为16个军、48个师。我们的解放区也可以集中起来。48个师就意味着中共将把100多万正规军缩编到五六十万。但蒋介石的着眼点并不在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极力表扬中共，说委员长看了以后甚感欣慰，既然我们拥护委员长的最高领袖地位，那就按照委员长的意见，军队问题就就地解散，对不对？解放军就全部交出，那么中共其他问题就应该迎刃而解。这是1941年到1942年敌后根据地最困难时期的形势图。在日军疯狂进攻和国民党顽固派经济封锁之下，对敌斗争艰苦卓绝。从1943年起，人民军队在一些地区开始对日伪军的攻势作战。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日本侵略军在华北、
华中、华南占领的大部分城镇和交通要道都处在人民军队的包围中。而同一时期，国民党军队却出现了震惊中外的豫湘桂大溃退。在1944年的八个月中，丢失了146座城市，总计2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6000多万同胞沦于日军铁蹄之下，主力退缩到了西南和西北地区。在全国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对敌作战 12.5 万次，钳制和歼灭日军大量兵力，歼灭大部分伪军。敌后战场逐渐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主战场。而这都是蒋介石在重庆谈判中不愿正视的事实。国民党从来就不是以平等态度对待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人民军队已经发展到132万。我们还有在抗日战争当中艰苦创业的19块抗日根据地，达到了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达到了1亿人。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谈判当中的实力基础。在第一轮谈判中，国共代表争论的焦点很快就集中到军队和解放区这两大问题。国民党代表坚持，中共军队最多编制12个师，取消解放区。其真实用心是12个师20来万兵力最多能守备一两个省，而取消了解放区，人民军队就丧失了生存的根。这理所当然的遭到中共代表的坚决反对。双方激烈交锋，各持己见。临近尾声，国民党谈判代表说，我想中共即令无一兵一卒，国民党也不能消灭他。中共军队少一点，国民党也不至进攻他。事实果真如此吗？就在这次会谈的第二天，9月5日，国民党在广东集中一个军、两个师的兵力，向我华南抗日武装发动进攻。甚至在重庆谈判开始后，蒋介石仍重印1933年围剿红军时的剿匪手本，发给国民党军官，密令国民党军队努力进剿，迅速达成任务，并论功行赏。早在初步决定赴重庆时，毛泽东就说，关于承认解放区和解放区军队问题的争论一定是非常激烈，可能要打打停停，甚至可能要打得蒋痛才能逼他让步。在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的通知中，毛泽东指示全党，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前方备战打仗，并不妨碍蒋介石对于和谈气氛的营造。9月5日晚，他和宋美龄邀请毛泽东出席在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部学校举行的联欢会，
还特意请了京剧丽家班演出助兴。经过几天接触，国共双方对彼此立场都有了清楚的了解。9月8日，中共代表团向延安发报说，由于双方在解决具体问题上答复相距甚远，所以自5日以后已经3天未继续谈了。国民党表面上招待很好，天天有人出来请宴会，在社会上造成一种政府力求团结的气象，实际上对一切具体问题不放弃削弱我，以致消灭我的方针。他们只要求我们认识和承认他的法统及承认军令政令要统一，但反过来他们却不愿认识与承认我们抗日军队与解放区民选政府长期存在的事实，不愿认识与承认两党都有武装长期对立的事实，不愿从事实出发解决问题，只取一概否认的态度。蒋介石政治和军事双管齐下，想以强大的压力逼中共就范。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的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就在这一天，蒋介石电告在美国的行政院长宋子文说，兄可在美多留数日，待军火与经济交涉完妥后再启程可也。蒋介石令其向美国购足90个师的装备。日本投降了，蒋介石仍在大举购买军火。9月11日和13日，蒋介石又两次电令宋子文向美国政府交涉，提前拨给船舶运输国民党军到东北。美国的陆军航空兵、海军载着国民党军的精锐部队强占北平、上海、南京、广州等各大城市和华北、东北广大地区。国民党一边在谈判桌上消磨时间，一边争分夺秒运兵，以受降为名强夺抗战胜利果实，积极备战。蒋介石还下令粤、苏、浙、皖、鲁、晋、绥、察等省的国民党军向人民军队发起进攻。据此，中共中央军委通令全军，重庆谈判蒋介石毫无诚意。为着促进谈判，我必须布置几个有力战役，打退顽军气势。上党今山西长治市，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且家战国时代的长平之战就发生在这里。日本刚刚投降，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就想从我手中抢夺上党。在蒋介石授意和日伪军队的接应下，阎锡山令其第19军军长史泽波率领主力部队 1.6 万余人从临汾、福山、义城侵入晋冀鲁豫解放区，占领了我从日伪军手中解放的襄垣、潞城及被我地方武装包围的长治、
长子、胡官、屯留等六城。他们企图以此为突破口，进占华北各大城市、铁路干线和战略要点。国民党为什么要打上党？一方面尽最大的限度压缩你的这个军队，压缩你的根据地，这样呢就在谈判桌上争取到一些砝码。另一方面呢，他就通过联系美国啊，积极的调兵运作，想办法拖住我们共产党的主力，为他的主力部队进东北争取时间。毛泽东指示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此乃心腹之患，必须坚决彻底全部歼灭之。9月10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军区主力部队及地方部队3万余人，对侵入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阎锡山部开始自卫反击。上党战役正式打响。陈锡联，上党战役中担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我一队上前线呢，然后我们就打六城、湖关、屯留、张子，都后头转着打长治，那就是发现阎锡山的增援的部队来了。然后呢，因为敌人只有2个师，结果晚上一打呢，就是4个师，一打就是不一样了。我们那个是最重要的是没子弹，我有的有两3颗子弹。可是阎锡山呢，这次来的4个师呢，他一个兵呢，3个发子弹。这个情况一报告了的呢，立即下决心呢，把作战的主力呢都集中起来了，打软兵。这是咱们上党战役。刘登指挥部九次，西边是邓小平政委，东边是刘伯承司令员主。但是国民党占领场子带援兵下来是38000多人，咱们共产党部队是31000多人。但是咱们全场子地区6万多民兵参加了这一场这个战役。当时的妇女们就在家里边，部队养军粮。国民党那个队伍太弱，邓小平来的装甲一样一样，可好进来。咱们这个队伍吃不上饭，这个打死我送饭。不管打到什么情况下，这个打死我必须得送饭。啊，你光有部队也不行啊，你没那武器也不行。啊，所以大家就下决心，坚决自找了，手了都磨破了，眼也熬红了，还不睡觉，加班干了。民心所向，壮志所往，天下乡亲，人民军队的爹娘。上党战役的爆发，让中共党内领导干部和部队指战员更加担心毛泽东在重庆的安全。毛主席在去重庆谈判之前呢，五大书记交谈的时候说过这样一句话，就是说呢，你们在前线打得越好，我在重庆就谈判我就越安全。但是呢，毛主席和我们党的高层的这些思想呢，下面广大指战员呢不是很清楚，所以爷爷呢通过他跟国民党斗争几十年的经验告诉大家，我们放心的打。只要我们在战场上取得了胜利，在重庆毛主席的腰杆就硬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第3层阁楼是机要科，因空间狭窄，
被大家戏称为鸡鸭行。鸡鸭行东端陈列着两部秘密电台，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曾用此电台与延安保持密切联系。秘密电台的楼下就是毛泽东的宿舍，他在这里住了41夜，也在这里运筹帷幄。一般都是晚上发电报，发了以后一出来又把我送给毛泽东，毛泽东走来看完以后批了合着再发，所以都得两三年以后，当天的事儿当天完，所以这段也是非常紧张。虽然国民党新闻媒体对于上党战役的消息只字不提，但是一场不见硝烟的政治斗争与前方军事斗争遥相呼应。9月11日晚上，毛泽东在桂园宴请张澜等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就促进国共双方的团结问题交换意见。在这个时候呢，周恩来就说阎锡山的国民党军队在上党向解放区进攻打，表老那是急性子的是吧，马上就愤慨的说公开打电话请你们来，背地里又发动战争，绝不能容忍国民党这么蛮横。9月14日，张澜等邀请国共两党谈判代表到特原进行斡旋性商谈，他质问国民党代表，重庆在谈，山西在打，岂不贻笑天下，蒋先生不感到难堪吗？阎锡山怎么不给老蒋一点面子呢？国民党代表推脱说，阎锡山进攻是其个人行动。事实上，阎锡山手上就握有国民党政府军委会和蒋介石分别给他的指令。9月17日中午，蒋介石在官邸宴请毛泽东，转身他又写信给阎锡山，并附上剿匪手本两册，指示他进犯以长治为中心的晋东南解放区。中国共产党在做最坏的打算，但也在做最好的努力。毛泽东利用各种场合向中外记者表示，希望谈判有良好结果，中国只需要和平建国一项方针，并争取国民党中左派人士的支持。冯玉祥，人称布衣将军，曾经是统治西北的最高军政首脑，卢沟桥事变后他呼吁团结抗战。9月7日下午，毛泽东来到了特原的康庄拜会冯玉祥将军。这一段他们的聚会嘛，是非常开心了，专门给毛泽东敬酒啊，给周恩来敬酒，给王若飞敬酒啊，他也一杯一杯的喝啊，要陪嘛。哎，毛泽东后来就突然说，哎，冯先生从来不喝酒的，滴酒不沾的，今天怎么一杯一杯的喝啊？他说我这个酒是100度啊。酒逢知己，情同此心。两位身处不同阵营的友人，为了追求和平民主，站到了一起。由于在中共保持军队数量问题上，国共双方代表难以达成一致意见，9月12日，蒋介石直接与毛泽东会谈。毛泽东表示，中共愿做出进一步让步，军队整编由原来提出的48个师减至28个师。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于是以至诚与大功，允其所有困难无不为之解决，而比上要求编起28师之兵数耳。他明显表示出了对中共让步不满意的态度。这天，国民党胡宗南、孙连仲的部队在河南集中20万人，沿平汉线进攻解放区。狼烟起，马长嘶，血色苍茫。上党战役进行了1个多月，我军歼灭阎锡山所部3.5万人，使其总兵力损失1/3。上党战役胜利，首先是我们巩固了在抗日战争当中我们已经取得的那些成果。第二呢，就是在重庆谈判当中使我们处在更加有利的位置。德安里103号蒋介石官邸。1945年9月17日正是在上党战役激战正酣的时候，毛泽东和蒋介石在官邸门口拍下了这张照片。边谈边打是抗战胜利初期国共斗争的一个特点。重庆谈判也是在这种模式下进行的。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谈和打都是为了实现人民和平的愿望，是为了保护人民抗战胜利的果实。人民的利益始终是中共代表团在谈判中不可动摇的底线。请看下集《坚守底线》。